整个实力来讲，我觉得我们，还是有点差距的，但是这个比赛尽自己全力去做吧，我觉得，可能希望看到更多的球迷能够支持中国女足，也因为毕竟代表国家出来打比赛，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姑娘们能够，放开手脚，然后去每一场去拼。